于2022年11月至2023年8月举行，现已经邀请到10位海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合作主持讲座，内容涵盖考古学、历史、文物和艺术等等。今天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CLA 考古学副教授李明博士为我们主讲一场。李明博士于08年获得University of Michigan 人类学他是考古人类学博士学位，从08年起担任 UCLA 人类学系与亚洲语言文化系助理教授和长聘副教授。教授的课程包括研究生考古学理论，中国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早期聚落考古，中国考古学理论和实践，早期全球贸易与殖民化考古学这种课程等等。学术他的专著叫《问鼎》，古代中国的社会记忆和国家形成，它是由2018年是这个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今天他将以周人历史知识的来源，一个考古学的这个视觉为题，从考古学视觉探讨在关中本位的知识版图中周人历史知识的来源，周人如何在这些历史知识的基础上营建了他们的文明，以及西周末年关中的陷落有如何改变知识的网络结构和传承方式等。讲座这个他讲完了之后啊，将会有15分钟左右的这个问答环节，就是聊天室，可以重新开放，欢迎大家提问。现在我们请李明博士开始演讲。非常感谢亚当教授的介绍，也非常感谢香港浸会大学姚宗仪国学研究院的这个邀请，这我非常荣幸在这里做这个报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研究。现在我就做一下我的这个 screen share。 如果一旦我的这个报告中间停顿了，请稍等我5分钟，我再重新启动我的电脑，这个偶尔会发生过。好，现在大家可以看见我的 PPT 吧？看见。好，好。所以我今天演讲的这个题目呢，就是周人历史知识的来源，因为我们关于所有的这个三代早期的知识都是来自周人的经典，所以呢，我们弄清楚周人知识的来源，就可以有效的来判断哪一些传统是周人继承来的，哪一些传统是周人创造来的。所以呢，这是这个题目的一个主要的思路。那么我们现在呢，就看一下我们在这个考古和文献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子。我称为把考古称为这个了解古人的做法，把文献呢当作了解古人的说法。这个做法和说法如何拟合，这个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在左边呢，是我们这个考古学经常使用的一个文化的分期，就是从10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一直经过这个几千年的农业社会的演进，到了这个良渚，到了这个龙山时代，进入到这个新石器的晚期，还有这个龙山时代大概4000多年以前也算是青铜时代发端的这个时间。然后呢，根据我们这个社会进化论的这种模式，我们就进入了这个国家起源，像二里头、二里岗这些呢，由于没有当时的文字来证明它的这个历史的属性，所以还放在这个史前史里边。一直到安阳殷墟的这个时代，在公元前1250年左右，我们就进入了这个历史时期，因为殷墟有甲骨文。
然后呢，再到了西周的开始，就进入历史时代了。所以这就是金文和这个文献、传统文献、出土文献，就另外的一种学术。所以在这个三个颜色都代表着不同的这种学术体系，就是分段的。我基本上是属于红色那一段的。那么殷商这边涉及到甲骨文的训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知识。像 David Keightley 啊，像这个饶仲颐先生，这都是在这个领域里边的翘楚。那么西周像下边的这个绿色的就更不属于我作为一个人类学家研究的领域。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就涉及到右边的这一行，那就是这个古史传说的这个叙事。它在前面是上古时期，这个可以是三皇五帝的时代。那么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呢，就是尧舜禹的那个时代呢，它的这个辨析度就开始变得有点清楚一些，所以你不能说是神话的时代，更适合是传说的时代。这个传说时代大概离西周的创建时间有1000年左右，就是说1000年的历史纵深，这是西周的人的这个知识的基本的基础。那么在考古跟这个文献的这个整合的过程中，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在考古的训练它是分段的，而这个西周的它的这个历史的回溯，它的叙事一千年的纵深就已经穿越了殷商，进入了这个史前史。所以要了解这个西周的知识，我们不得不把这个三个颜色、三个这个段的考古给贯穿起来。那么已故的这个吉德伟教授呢，他把这个殷商社会称为蜂巢结构。那更有名的一个比喻就是瑞士奶酪，它是有许多空洞的，在这个商的政治势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呢，存在着许多非商的传统。所以这个商呢，它就有点像一些个 archipelago， 像一个群岛一样，在各个地方有它的重镇，但是在它控制不到的地方呢，有许多非商的这些个政体，这些政权在存续。那么这些个记忆群体的这些个政权的存在，他们有助于了解我们来了解这个崛起于关中的周人呢，如何在丰富多元的历史传统中营建一套支持他的王权正当性的这个三代文明叙事。这个三代文明叙事也是他的天命观的一个基础，因为这个天命它涉及到这个王朝的兴替，商人就很少用这种概念。所以吉德伟先生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个蜂巢的这个空洞里面，在这个瑞士奶酪的这个空洞里面，到底是谁的遗产在传承。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可以走到商之前，也可以再走到商之后，看看在这些空洞里面流传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历史知识，然后周人呢又如何得到这些历史知识，又在这些历史知识的这个基础上来营建一套三代文明的叙事。那么最后呢，我们还要讨论一下他这个关中的陷落如何改变了在西周的时候这种特别丰富浓缩的这种知识网络，导致是这个知识的一种大规模的流散。所以呢，这个知识发展的这个轨迹，它并不一定是这种线性的，就是说随着时间向前推，这个历史知识的这个辨析度越来越清晰，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在这里我提出来，在西周时候的周原，实际这个知识是高度浓缩，它的是非常有 texture， 非常有质感的，有细节的知识，而且有好多的信物，有好多的这个家族在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反倒到东周的时候，这种知识，许多这种知识是丧失了。好，正如刚才说的，这个周人呢，我有关于夏代，有关于传说时代的知识都来自于周人的经典，所以我们必须得从周人的视角来探讨这种传说时代的历史。那对周人的这个兴起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就是说他自己的叙事是说他来自关中，
然后呢曾经在晋南这边服务于这些个尧舜禹这些传说时代的政权，到最后在夏末的时候呢，他要逃脱这种专制的这种王权，所以他就离开了他最初受封的这个代这个地方，进入了这个黄土高原戎狄的之间，然后后来才回来，在周原建立了这个现在宾这个地方，然后又在周原建立了他的这个先周的国家。后来呢，在文王和武王的率领之下，有过这个两次、三次东征。文王呢走这条路到黎这边就回来了，然后武王呢走这条路到洛阳盆地，第一次就终止在这里，然后第二次从这个地方跨越黄河，进行了这个牧野之战，就是西土联盟打败了商的军队，然后就征服了这个安阳。然后后来呢，这个又有周公的这个东征，就是这些个东方的贵族和这个三监他们联系起来，又叛乱，所以有第二次征服。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有一个空间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四个地理单位。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叙事，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四个空间单位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有一个表述，最早的是上面的晋南盆地，这是在历史叙事里面跟唐和夏胥有关系的，就是周人的叙事里边。第二个呢是洛阳盆地，然后在周人的叙事里面是跟天下之中有夏之居这个空间理念联系在一起的。第三个呢是河内，就是殷商的这个故地，在太行跟大河之间。第四个就是关中，这是周人他的视角。所以呢在史记里边有这样一段话，就是赴三河之地，这个唐人呢都河东，河东就是晋南，殷人都河内，然后呢周人都河南。河南不是指的这个河南省，是黄河南边的这个河南郡。所以呢这三个地方呢像鼎足一样，这都是王者最喜欢的地方，建国数百千岁。所以就是说这河东就是晋南，河内就是这个河内，然后呢河南主要就是指的松洛这一带，特别是这个洛阳盆地，还包括郑州。那么我们就讨论一下这个周文明它历史知识的来源都有哪些地方。首先呢我就关注了这个周原这个地方，这是一个移民城市，像香港一样，它的人口的来源非常丰富，所以它的知识有多元性。它至少这里边有三类人，它是周的贵族，然后呢入周的商贵族，还有这个商移民这些匠人的家族，还有这个高地贵族。高地贵族就是 西土联盟里边这些个不是周人的那些个贵族。那么这本身就是三种来源非常不同的这种知识群体。然后呢我在第二部分呢在讨论，就是说在大的这个周的天下的这个版图里边，讨论作为人类学家的周人为什么要用人类学家来做比喻呢？因为周人很感兴趣这种文化的和历史的多元性，他希望了解这些，而且他了解这些，他可以通过这些个古代的地理，通过这个古代的这些个部族的传说来安排他的这个，来营建他的这个封建的这个制度。所以当时是有很多的所谓 storyteller 讲故事的人，而且周人乐意去听这个，因为正是这些个不同的政权兴替的这个关系，是周人可以提出来一种很历史性的概念，就是这个天命。这个天命是它是可以移动的，不是属于某一个家族某一个王朝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们很像人类学家。那么这个周人的人类学，它的结果就是以传说地理和历史地理为蓝图来建立它的这个政治秩序。那第一部分就讨论这个殷商故地，第二部分呢就是说讨论这个中间的夏地，就是河东和河南这两个地方。所以第一个是河内，第二个就是河东河南。然后呢再讨论一下跟其他的，比方说四川那边的关系，他可以通过这些使节的往来，他可以得到哪些个知识。
那最后再讨论这个关中的陷落和这个知识网络断裂的一些个结果。但同时我们还要想到，关中的陷落不是整个西周知识体系的丧失，是关中里边高度浓缩的这个知识体系的断裂。所以在外面的诸侯国里边还有一些个稳定的传统，它可以一直把周初的故事能够延续到战国的末期，所以我们要讨论一下这种延续。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出来，我的这些研究呢就受到这个徐旭升先生他的很大的影响，所以他的照片是在这个地方，有关这个夏地的考察，有关西周考古，这都他都是一个开拓者。好，周原的这个知识的多元性大家都很熟悉，在这个第二次东征结束之后呢，这个周公他就采取了非常果断的方式，就把这个安阳的这些个居民都重新发配到不同的地方去，有去鲁国的，有去魏国的，有去洛邑的，还有去关中的这些。而且在抵抗力量里边最这个发配的很远的还包括来自这个商鞅的这个商人的这种军事贵族，一直是发配到这个西部，成为秦人的祖先。所以这种人口的流动，这是在这个文献史学里边有清楚的这个表述，而且现在实际上有许多的这个考古学的证据可以看到这些个人口的移动。那么所以在这个在公元前三千年的在距今三千年前，你可以看到有许多的军队，有许多的这个家族都在南来北往的这个路线上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宏大的一个社会的重组。那么许多的家族呢就到了周原这个地方，所以这确实是一个移民城市。因为在周人自己的这个献周叙事里面，他也是在很晚的时候才到达这个地方，跟许多这个来自于黄土高原的移民一起营建起这个城市来，他不是一直生活在这个地方的。封号也是这样，他是在征服了当地的这两个小国家以后建立起来的城市，而且许多的居民是从东方去移进去的。那么关中呢，它虽然是一些移民城市，它不是没有自己的这个历史纵深。那么你如果再往前追溯一千年的话，你可以看到如果在当地的这个居民，包括周人自己说他曾经是来自关中的，后来他放弃了这个地方去了黄土高原，然后再回到他的故地，如果你接受这些叙事的话，那我们可以看这些个关中的居民他的历史知识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右边呢就是周原出土的这个龙山时代的这些器物，大家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这跟这个西安太平遗址啊，还有跟这个甘青这边，还有跟这个黄土高原上石卯陶瓷，这都是非常接近的，这个双耳罐啊，还有这种肥足粒等等。所以他们如果有继承的话，是继承着一种高原的，就是这种高低龙山的遗产。在这种遗产里边呢，最重要的一些个中心就包括陶瓷、石卯等等。然后在商代的周原这个地方也有非常有趣的发现，比方说这个双安的这个商代的这个墓，还有王家嘴的这些残墓，它里边有这种黑玉的这种牙章，这个就非常的特别，因为这东西在安阳很少发现，几乎就没有，而这都是跟石卯那个传统、二里头那个传统相连的。所以如果周原的后来的居民跟这些个人有联系的话，他是可以追溯到以前好多的知识。当然这是一个移民城市，我们不可以这个假设有一定的连续性，但我们可以说从龙山时代到这个商代，这个地方一直是南来北往的一个重要的区域，所以呢它会有这些重要的遗迹在这里头。那么到了这个西周的时代呢，我们就看到这是有很重要的这种宫殿或者宗庙的建筑，这是在凤雏发现的。在这个建筑里边呢，它的性质有许多的争议，有的认为是这个周人的这个祖庙，有的呢认为是宫殿，
有的认为是商的高级贵族他们的这个居止。那么在这里边就发现了什么呢？至少在这右边呢的地下发现了有这个西周初的，就商末周初的这种甲骨，有的是带甲骨有文字的，所以可以看出来一直在，因为这个建筑它用的时间很长，就是贯穿这个西周的时代，所以呢在底下埋藏的这些个周初的甲骨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它本身有这个知识传承的一个功能。而且在这里边还发现这种龙山时代的这种神面，那这种神面呢大家都非常熟悉，它可以一直追溯到龙山时代的，像这个江汉那边的这个史家河，还有陶寺也有，这个东方也有，就是这是显然是在龙山时代已经形成的一个跨区域的宗教网络的遗产。那么这种古玉在这个周人的这个墓葬还有这个建筑里边出现呢也并不奇怪，因为在这个故命里边尚书的这个章节就像一个遗嘱一样的，他对这个宫殿里边的现场他是有描述的，里边他陈列着各种各样有历史意义的玉器，所以呢这个跟这个这种传说是很接近的。而且在后边呢又最近又发现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建筑，中间的这个被认为是这个社，所以可能是周人周庙的一部分，也可能是这个商人，就周原商贵族他使用的，就是一个石碑还有这样的一个祭台。那无论这一套体系是周人的还是商的高级贵族的，那你都可以看出来这些是一些非常的重要的东西在这里保存。而且在这里呢在这个位置还发现了一个很特别华丽的这个车辆，这是有这个青铜的配件而且有绿松石镶嵌的，就这种就非常像这个文献里边提到的大陆，它是一种很豪华的车，是从这个周初的战争里边缴获的，然后这个周文王周武王经常用它来阅兵用，而且在分封高级贵族的时候他会赠送一辆这种车辆，所以在这里出现类似的东西也不奇怪。而这种像这些个社一样的这种石碑这种重要的遗迹呢，它都是在这个西周晚期才破坏，所以这一整套东西在周原的时候是经常是它的宗教和仪式活动它的一个中心。在这个周庙里面呢，这个非常有意思，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图史，这个严志斌最近的文章里边就提出这整个这个体系，刚才的这套凤雏的建筑那就是周庙，然后呢这个图史应该是旁边的那些一个小侧间里边的一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图史的存在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在这个著名的夷侯轨里边可以看到这个铭文，他说这个周王查看了伐商地图，然后又看了这个东方各个国的这个地图，然后又开始这个对这个虞侯来颁布册命，说把你封到这个改封到夷这个地方，然后给你下边这些礼物，然后给你这些土地和这个臣民。你根据这下面的这个单子你可以看出来它这个图史应该是相当精确的，因为这个夷地大家都认为是在东方，是在长江下游那边，你可以说在这个地方这个图史里边它可以对这一类的这个人口土地有非常好的这种记载，这个是很惊人的。因为这个 James Scott 他的这个书 Seeing Like a State 里面特别提到这个古代的国家他是对他的山川版图是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的，这些都是现代国家的一个特点，但周人似乎对这些知识有相当多的了解。然后你就要想在周初的时候这种遥远的知识都已经汇集到了这个周原，那你这些知识是从哪里来的？那很有可能这是从商贵族那里继承来的，
当然这些个商移民它是有许许多多的领域的，有的就是匠人，所以在周原这里就发现了 有非常成熟的冶金业、制骨业，然后这个石掘的作坊，各个方面它的整个的技术流程都跟安阳那边是一样的。而周原这一带在这之前是没有成熟的工业和城市规划的传统的，所以这是一下发展出来的一个移民城市的一个象征。那么这一些人呢，他们就都住在这个地方，他是以一个空间上是比邻而居的，就是周人的贵族、商人的贵族还有这些个工匠他都在这里。这是周原新发现的这个城市的城圈，然后这是大周原的这个幅度，然后这是周公庙，他的那个周公家族的这个墓地，所以这一切都在这一个地方集中。所以就像香港一样，它是一个移民城市里边这个知识背景非常多元、空间上高度集中的地方。然后呢，包括在周边也有非常来历非常不一样的贵族。这个呢是西北大学窦海峰教授曾经带我去的这个地方，大概是五年前，右下角是我们去的时候，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的。然后没有想到他们在底下发现了很重要的大墓，就是刚刚公布的这个 M90 大墓里边有这个38个寻人，这个在周人贵族里边是非常就见不到的。那么很大家很容易想到的，这就是一个商人的贵族他移到这里了。但是这个地方非常特别，因为寻邑这是先周立国的地方，这可能就是宾这个地方。你如何把一个商的高级贵族安排在自己的这个祖先之地，而且他还可以做这些跟周人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这种仪式性的活动，这大规模的寻人，然后这是跟显示出跟周人有一个很清楚的文化边界，而周人似乎并不觉得这是一个不能接受的事情，这个是让我非常惊讶的。然后呢，在这个周原的外围，你又能看到像这个周公庙，这周公庙以西，这宝鸡这个地方，又能看出来这些个高地贵族，他们在参与了稀土联盟之后，被这个周人安排在这个地方居住，这也是徐生先生在这个周考古探索的起步的地方，包括他的学生苏秉琦都是在这个地方发掘。三十年代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呢，有这个戴家湾的发掘，有这个虞国墓地的发掘，就这一种，还有这些最近在石鼓山的发掘，这都是围绕着这个陈宝祠这一带。陈宝在这个故命里面有的，它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陨石，所以这个宝鸡也是指的像这个鸡一样的陨石，或者说它掉下来的时候那个声音。显然这是也是有一个宗教意义的一个地方，虽然这个陨石崇拜并不是中原文明的特点，所以它可能是来自于北方的一个特点。所以你能看见像在石鼓山发现的这个大墓里面，它里面有非常精彩的商的这个工匠做的这些个铜器，它右边的这一种，但是呢他在仪式空间里边安排这些个随葬品的时候，他是用他自己的空间意识来做的，就是这些个壁龛，周人的墓、商人的墓是没有这些壁龛的，所以这些个高地贵族呢，他有他自己一套的这个空间的理想。那后边我们还要提到这些个人，特别是这个造型的，那这些就是稀土联盟的一部分，所以他有他自己的陶器也在这里头，等会儿我给你们看。那么李玲教授呢，他就提出来这个设计，就是西周的后院与邻居，他是由许许多多的戎人啊，还有这些个高低的贵族啊，包括巴人、蜀人环绕着这一带的，所以这个周人这一带这一边一直是这个商的力量的最西边，即使在这个早商它扩张最强烈的时候，也就是到这个地方，在晚商的时候更是力所不能及的地方，所以这里边有好多的这些个部落啊、国家
他是从来没有被商人也没有被二里头统治过的，所以他自己有他自己的知识传承，而周人就住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多元的文化环境里头。那么是谁负责采集这些知识，负责传承这些知识，把它系统化呢？那我们就要看到这个周原里边生活着这种商人的高级贵族，就是这个威氏家族，他们是商人的皇族，他们来想投降到周人，然后受到周人的这个尊重，世代为周人服务，作为史官。而且这个庄白的教堂，它跟刚才的那些个高级贵族的这个宗庙啊，还是说那些个工匠啊，它都是紧密相连的。所以他们这个家族，它不仅仅 带来了商代王族的这种世代传承的知识，而且带来这种书写这个技术，非常成熟的技术。而且他只要在周原和周原附近串串门，他就可以得到非常丰富的知识，而且他可以在这些大家的宗庙里边看到这个受封的那些个礼物，周人周王给他们的这些个信物，还有他们自己在征商的时候分契获得了战利品，还有这个周王册封的时候给他们的册命，还有他自己这个周的这个王室他自己的档案，这个威氏家族是完全看得见的。所以在他的这个史强盘里边也都有非常清楚的表述，这个每一代周王他的成就是什么，然后每一代这个威氏家族的这个他的这个辉煌的业绩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周原由于有这样的家族，这个商的知识甚至商以前的知识，周人是可以有非常清楚的了解的，因为好多那些个后裔他们都在这儿生活。而且呢，这个书写知识是在这个时代扩散，由于这个周人把人口到处挪，在这个殷墟的时代，在安阳发现了有大概总共10万片的这个有刻瓷的甲骨，但是在安阳以外只有大新庄和郑州有发现，所以这个书写知识是高度这个浓缩在安阳这一个地方，特别是皇族里面它并不普遍。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它不但有好多的贵族在要求铸造自己的青铜器上来记录他们的辉煌，而且呢有许多的这个被迁到各地的这些个贵族，他们会把这种自己的这种刻瓷的这个传统和其他的文字的传统带到各个地方去，所以这些个蓝色的字呢是封国，然后红色的圈呢就是发现了这个西周甲骨刻瓷的位置。所以你看从周原，从安阳和大新庄郑州这三个点一下扩充到各个地方，包括在固原那边的姚河源，像这么西北的地方。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在这个大规模的这个空间里边，天下里边周人的视野是怎么组织的。所以你在关中的视角上看呢，殷墟最远，需要旅行2个月才能到那个地方，然后中间呢是那两个很重要的盆地，就是晋南盆地和洛阳盆地，然后呢在汉人就称为这个河东和河南，然后殷墟是这个河内，所以关中是这样看的。然后我们根据这个徐旭升先生画的三代的图，然后李林教授呢画了三个圈，就是称为周板块、夏板块、商板块。商板块呢是这个中研院史语所在安阳发掘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周板块呢是徐旭升先生 带领这个北平研究院寻找这个周人和秦人祖先的地方，然后呢在中间空的这个地方就是徐旭升先生1959年探索夏墟的地方。然后呢我在李林教授画的这三个板块上面呢加了一个南北的这个轴线，就是你看在东西的轴线上是三代的空间，在南北的轴线上呢你可以从石卯一直画到三星堆，这是一个高地的轴线。这个高地的轴线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它离东方的这些政权很远，特别离商非常远，它里边的物质文化跟商都不一样，而且呢石卯曾经是很辉煌的地方，它有很多的像这种牙璋，玉的牙璋，就是刚才我给你们看在周原商代的遗址里面墓葬里面发现的那种黑玉的牙璋，那个在二里头有，商没有，而在这个西周建国的时代呢，最丰富的牙璋的这个发现就在三星堆和金沙，而这个到石卯的时代已经相差上千年了，所以在这个高地轴线上他自己有一套知识的传承，这个传承呢可能会跟二里头的这个遗产会有一些联系，但跟商就已经很远了。而周人呢就在这个南北轴线和东西轴线的这个交汇的地方，所以他的知识是非常多元的。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他怎么处理这个河内阴山故地。在这个地方呢他有魏国、鲁国还有这个宋国，这个鲁国当然已经到了这个河内之外了。我们看一看就是说周人他对这些地方怎么描述的，然后当然这些描述是来自于很晚的文献，东周的文献，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西周初的这些个遗址，看看他们后来的文献跟当时的这个遗址它是不是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然后我们再来看中间的这两个盆地。在这个第二，在周公的这个二次东征之后呢，安阳整个就被系统的给放弃了，就所以设计为虚。所以呢这个像景柱伟、何玉林等学者就提出来这些个殷王朝的这些个大墓呢都是在西周初就是周公的部队这个系统的盗掘的，所以你看这坑都非常庞大，而且直取这个中心。当然这个像牛士山先生他有他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是春秋的，这个我们可以这个讨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说这个曾经达到36平方公里的这个城市，在第一次征服和第二次征服之间曾经延续过一段时间，那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就生产这些个很重要的青铜器的这个时代，因为这些青铜器他们的主人都是这些个东征的贵族，所以他让这些商人的作坊给他们做这些个青铜器，所以在这里边在这个殷墟的发现了这些个陶模，然后呢这些个产品在宝鸡那边都墓葬里面都有发现，所以在这边你也能看到西周的陶器。那么在二次东征之后，现在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这个殷墟作为一个城市它不存在了，剩下的都是些星星散散的这些个西周的聚落，包括最近刚刚公布的这个瓦林区旁边的这个聚落，这些都很小，都相当于一个村镇的那个级别，不是像36平方公里那种世界级的都市。那么这里去这些人去哪里了呢？刚才就提到有的去了魏国，魏国就在新村这个地方，所以魏峰呢有这个占比齐奥这个地方，因为它是跟齐河相连，这个位置就是他的离这个牧野的战争，离这个朝歌就是这个商晚期的他的一个中心所在的位置，离这个安阳也很近，所以呢在这个左传里边追溯的这个封魏鲁唐三个地方的时候的册命，这里边就提到说分汤书以大路，大路就是刚才那种车，然后还有这一些重要的这些宝物，有的是乐器，有的是镜旗，然后就有殷民七族，这些大家一看这名字就能看出来都是手工业者，然后呢下边的这些个土地，然后告诉他有的地方要留给这个王的这个 东方的这个阅兵用的，然后最后呢说要这个用，这是封在这个殷墟这个地方，所以他是用一个前朝的这种观念来描述这个地方，而且要用这个商政来管理他们，然后用这个周的这个体系，这个税收的体系来负责管理。那么这个魏侯的
新村卫湖的墓地呢，在二十世纪初就遭到了盗掘，所以它有这些殷墟早期的这些个云起野的兵刃，就都流失到了这个海外。我最近也写过这些文章，然后这些很有可能就是当时这个灭了商以后皇家的东西，这缴获的战利品，把它分给各个贵族的，所以他能得到的。因为这个到这个时代已经有将近200年的都是古董，而且呢也有这个从这个地方也出土过有重要的康侯的铭文的铜器。那么所以这个康叔的这个位置是很清楚的，而且最新的发现也看到这个有商人的这个手工业者进来，把整个的这种古作坊，安阳古作坊的那种制作流程都带到了这个地方。而且它的陶器，大家看这边也是有商代的这种传统，比方说这个和这个。而这个殷墟这个位置后来一直都是很清楚的，所以在这个项羽他封这个司马迁的祖先的时候，就是说他定河内有功，所以把他封为这个殷王，封在这个河内，然后这个地方后来才被刘邦占据。同样这个伯禽呢，周公的这个儿子伯禽呢，也是封在这个曲阜这个地方，然后也是有殷民六族，也有大陆旗帜，夏后之世之皇，这可能就是龙山的这种玉器。然后呢封于少昊之墟，这个就是用一种更古老的一个传统来描述这个地点。为什么用更古老的传统？因为这个地方不是重要的夏地，也不是重要的商地，所以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坐标就是少昊之墟，很可能就是跟大门口龙山那个传统相连的。然后呢他也是得到了这个殷人的时候许多的手工业者，然后在这个地方张学海先生他的发掘的70年代末的发掘也分出来有这个甲祖是这个周人的这个传统，甲祖是商人的这个传统，乙祖是这个周人的传统，它是非常不一样的这种技术的传承。然后呢大家也很熟悉有这个微子他封宋的这个故事，就是说微子他是一个良善的商的皇族，就把他封在这个商丘这里，他保持他的这个商王室的这个祭祀。而就在这个地方呢张光直先生的这个研究团队呢曾经在现代的商丘底下发现了这个东周的这个宋国的首都，而且在这以南路易长卿宫呢就发现了这个长子口大墓，所以许多学者认为这个长子口的就是微子器。那墓的这个规模它是很像商代王族的这种墓的，而且有大量的寻人，从这个距离来看也很符合这个位置，路易在这儿，商丘那70公里，所以我支持这个观点。那么中间的下地是怎么安排呢？所以就涉及到这个河南和河东这两个地方。从这张图你就可以看出来它的这个唐也就晋国，它就现在最早的这个聚落就是在这个重要的发掘是天马曲村这个地方，它是跟这个陶寺它是有一定的空间对应关系的，就差这个20公里。然后呢这个洛邑它跟这个二里头又有一定的空间对应关系，所以这个年代的范围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都差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那么周人知不知道有这些古代的重要的都邑在这个地方呢？所以我们就需要看这些考古的知识。这就是当时徐玉生先生考察夏序的时候的设计，先到这个松洛地区，完事以后再到晋南夏序。当时的时候是没有人相信这些个传说，也没有人太多的人相信他会在这里获得成功的，所以在这个59年那个时代他是一个艺术，在这他的这种诉求并不是符合当时这种中研院的这种学术的这种传统，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传统，他是非常相信这种古史传说它的价值，所以他呢就先去了这一带。在王城岗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有传说就是这个禹所居住的阳城，
然后他在这个地方的确发现了龙山的遗迹，所以他觉得这个非常可靠，四千年前的东西很有希望。然后呢他又绕到了这个巩县这个地方，然后才从洛邑巩县一直到这个罗庄这一带。他找什么呢？他要找这个真寻，因为这个地方志里面一直说真寻就在这个地方，在洛瑞 这一带，就是伊洛河进入黄河的最末的那一段。他没有找到，但他并没有放弃，因为他也发现了一些个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等等。这个整个的考察也就是两个礼拜，所以实际收获非常大。但是在这个地方，他临走的时候决定穿越这个伊河，他在这个地方呢，他认为已经进入了早商的空间，历史空间。因为说是实际上也说这个早商，这个商汤灭了夏以后，他的这个西伯就在偃师这个地方，所以他去了以后就发现了二里头。而二里头跟当时的这个考古学对商早期的陶器的认知是一致的，所以他觉得他发现了这个西伯，就是这个首都，商汤的首都。然后呢他就准备去晋南下墟，可惜在晋南的工作呢被这个麦收给这个中断了，所以他没有完成那一部分。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些个叙事，底下是益州书里边这个周武王像他的遗嘱保存的遗嘱一样，他特别要强调要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洛阳盆地建立一个新的都城。他从这个关中的这个视角，他并没有把这个称为一个东都，他把这个地方是视为天下之中的，所以你就必须要考虑，他分明是一个关中的视角，他为什么要把洛阳盆地视为天下之中呢？这个视角是从谁那里来的呢？他这个特别强调这个盆地，他自洛瑞到伊瑞这个地方是居阳无故，它是很平坦的一个地方。什么是洛瑞？就是伊洛河入黄河的地方，这就是洛瑞。伊瑞就是伊洛交汇的地方，洛瑞是固定的位置，伊瑞呢，伊洛河交汇的地方它是移动的，但无非就是从龙门到偃师就这一段时间这个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它这个空间的地标有夏之居，它这个地标是非常具体的，就是指的洛阳盆地。他说的这个有夏之居，而且在这个地方呢，他可以看到黄河、伊洛河，而且可以接近天使。天使就是可以获得天命的地方，跟上天沟通的地方，就是松山。那么我们在考古上看到什么呢？在这个天王鬼的铭文里边就提到了天使的大典，而且呢，在这个盆地里边的考古很清楚地显示出来，在这之前唯一的一个这重要的都市就是二里头，它是大概从公元前1900年到公元前1600年在这个位置。然后呢有偃师商城，就是大概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占领二里头以后，因为它两个的物质文化非常不一样，然后就都废弃了。到了周人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盆地已经空了有好几百年了，就是二里头先废弃，偃师再放弃，大概从公元前1400年以后这个地方就没有什么人，一直到周人在这里建立新都，把大量的商人的工匠移到这个地方。所以呢在北窑这个地方有西周的高级贵族的墓地，有这些个有他们的名字啊，像毕公啊什么等等，他们的这个青铜器，也有这个很庞大的这个北窑的这个商人的这个工匠来操作的这个铸铜作坊。所以商人再次进入这个地方，他是以这个难民的身份被强制到这个地方修建这个新都的。而且天下之中的这个观念，虽然在后来的文字里边，比方说周史记说这个周公称这个地方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理君，而且要把纠定迁到这个地方，而且迁殷一民，但是你从这个周初的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里，像宅兹中国或者宅兹中域，可以看出来他的这个地方视为一个 central domain，一个中央之地，它在西周初就有了，这不是后来的
推算。所以能看出来他的这个理念，这里是天下之中的理念，在西周初就是当成一个历史知识接受的。那么我们如果追溯这种历史知识的来源，那只能是二里头人这么做，不会是晋南那边，也不会是这个河内的商人这么做。大家注意居九鼎，九鼎也要迁到这里，他没有迁到关中，为什么我们要后来要讨论。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洛阳盆地第一个青铜文明的城市，在建立这个城市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从不同的这个贡路，这个物资从四四方方四个方向集中在这个洛阳盆地这里。而且呢，有一些很重要的王权符号，比方说很重要的铜鼎还有方鼎的造型，它都在这个地方尝试。就是说这是这些个王权符号三代重要的符号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就在二里头。周人有没有这种历史知识呢？我想他当然有，因为商人如果缴获的从下人那里得到的所谓九鼎的话，那只能就是这个。那么如果二里头得到了这九鼎迁到这里的话，那就相当于把二里头的九鼎做出来的最早的铜鼎又带回了他自己最初的故乡。那么在嵩山的南麓呢，这就是徐玉生先生发现的地方，在王城岗。然后七十年代呢，安金怀先生在这个地方发掘了这个王城岗这个小城，龙山时代的小城，说啊，这就是这个宇居阳城，而且在旁边它就有战国时代的阳城，它的陶文就说这就是阳城，而且在这个中间呢，它就有这个周公的策影台，这策影的目的就是确立天下之中的位置。那么你从这个空间的结构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个天下之中显然指的是嵩山。那么这个就跟洛阳就跟这个河东的那个是不一样的一个体系。那么河东是一个什么体系呢？就把疏于唐疏于封的那个地方，要求他用这个下人的这个政治传统和戎狄的法令管理当地的臣民，测量土地，然后呢收这个贡赋。然后唐叔也得到了一辆这个大路的车，还有在这个密须征服密须的这个战争里面获得的鼓，还有这个雀拱是这个甲，对，盔甲，还得到了这个怀姓九宗，但他没有得到这个商移民，这个是我们是可以讨论他为什么没有得到了这个殷墟的移民呢？从考古上看，它相对比较容易解释，在晚商的时代，这个盆地整个几乎是空的，没有什么商人可以给唐叔虞。那这个怀姓九宗是什么人呢？就是所谓商人的所谓的鬼方，从黄土高原上迁下来的人。那么这些个策命呢，就是说它的关键就是这个历史山川，这个地方是唐，这个地方是夏墟，这个地方同时呢有现在居住的是一些个戎人。那么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就要看这三个点。蓝的点是西周初的这些个，就西周整个这个时代的这个重要的聚落，曲村、大河口还有这个彭，这三个大家记住。陶寺和周家庄这都是龙山时代，就是一千年前的大型的遗址，一个都是三四平方公里那么大的。那么你看这个地方的考古山川，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唐叔虞他的早期的首都就应该就在这个位置，就是说他的儿子以下九代的晋侯都埋在这里。然后呢，他的儿子把这个国家的名字从唐改成了晋，所以这就是晋国的地方，早期的国都在天马曲村。而你看这个地方的这个聚落考古空间分布的话，二里仇时代商代的这个遗址都非常非常的少。我不是故意的把龙山和西周放在一起，我是特别想强调，就是说在这个地方这个晚商的遗址是几乎找不到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刘旭先生的这个遗著，就是他从90年代一直说这里是考古工作做的最好的地方，我们就是找不到晚商的东西。但是呢，一千年前的东西，这个龙山的东西可是到处都是，而且规模非常的庞大，陶寺三平方公里。
所以他说的这个下墟是不是就是这些个龙山的这些遗址呢？那我们需要从物质文化来了解他们对这些个龙山遗址有没有一种认知。大家也注意这个大河口的位置。好，现在这就是陶寺，就在这个崇山的北落，这是我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在他的宫殿上拍的这个崇山，显然是个很神圣的山。这个聚落你看整个是冲着这个方向，它的有上万个墓葬都冲着这个山峰，过了这个山以后就是曲沃。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有许多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些个尝试在这里发生，就是以前是没有的。比方说这个礼乐的传统，这里有非常重要的石磬，对，将近上米宽，那你敲的时候是有金属一样的声音，然后它的大墓里面有这种龙盘，大家都应该很熟悉。还有在陶寺晚期呢，也有这种像早期的文字一样的东西出现。而且还这些个墓里面非常特别，有许多很庞大的这种乐器，而这种乐器以前是从来没有见过，而且后来有的也再也没有出现的。所以这些个陶寺的龙山时代的居民呢，是在尝试建立一些新的东西，有的继承下来了，有的就消失了，所以我称为 一种政治实验。所以就是说它不仅在政治领域，它在整个的领域是尝试一些新的一些个东西。而且在晚期也经历了很大的社会动荡，许多的大墓都遭到了这个盗掘。然后呢，而且在这个陶寺这个地方也出现了最早的中国的一些个铜器，这些铜器呢它本身应该是从这个北亚的那个方向，就阿尔泰的那个方向来的，但是你如果去北亚呢，你看到的主要是兵器工具，哎，它一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更像一些个仪式性的特征。比方说最早的铃铛，这个铃铛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你在没有听过金属的声音的时候，整个新石器的那种认知它是没有这种东西的，所以这个东西当一出来的时候，它 是一个 spectacle， 是非常有魔幻色彩的。而且不管后来的这个编钟能够达到多么庞大，它最初它的这个音乐的这个效果就追溯到这个地方。而且呢有许多类似铜币跟玉一样的这种认知吧，还有像这种蟾蜍，这估计是就镶在这个萨满身上的，因为蟾蜍在这个萨满的宗教里面它有置换的这种色彩，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媒介。世界各地包括玛雅的这种萨满教传统、巫教的传统都总会有蟾蜍。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它不是简单的把北亚的这种冶金搬进来，而是有很强的仪式性的特点。那陶器中期的大墓里边，你又看到这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个壁龛墓。然后呢，这个大墓被捣毁了，所以中间的这些个东西都是零散的，旁边都是猪的骨头啊，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器物，像这个乐器就是刚才在这个凤雏遗址里边那种神面那个传统。而且这个陶的双耳冠大家要记住。那么在这个天麻渠村的晋侯墓地呢，这都是这个邹恒啊、刘旭啊等等北大的这些个教授们，徐天进、孙庆伟等等，他们在这个地方发掘了许多年，这是历代的晋侯。你可以看出来他都是跟这个商的墓都是一样的，有这种墓道的，它不是壁龛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出来这个跟刚才陶寺那个传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它是在这个晋二代晋侯夫人的墓里边就出现了这种铜的仿制的这个双耳冠。这两件器物差1000年，但大家可以看出来它多么的像，而且它中间是没有延续的。所以它并不是说这个传统，这个双耳冠的传统，这是1000年来在这里一直有人使用，而是它在消失了1000年之后做出来一个完全一样。这个说明什么？这说明呢，像这个晋侯的这位夫人呢，像这一类的人，很可能就是这个高地的贵族，他们对这个龙山传统是有保持和认知的，然后通过这种政治联姻嫁到晋侯的家里边。所以如果说
唐和夏虚有一些个传人和信物来表达让周人得到这种知识的话，那就应该就是晋侯夫人就这一类的人，因为他们跟周人作为军事殖民者来到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他们对这个地方有一定的祖先的这个祖先之地有一定的这个属权。可问题就出来了，在晚商时代这个地方没有人，他们又从哪里冒出来的？那很可能这就是所谓的这些个怀姓九宗，就是在晚商时代这个地方出于军事原因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办法住人之后，这些人可能都已经离开了晋南，或者在更早的时候离开了晋南到了黄土高原，然后周人把他们征服以后把他们重新在这个地方安顿来重建这个盆地。那这两个盆地我刚才都说过在晚上都是空的，为什么要重建呢？因为你不重建这两个盆地的话，这个周王朝很快它就会东西分裂，因为关中是大本营，你的将军们都在东方跟着一个商贵族混在一起，你中间是一个庞大的空白区的话，这个是对这个王朝非常不利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在用这个回归夏的这种政治遗产和天下秩序的这种言辞来重建这两个盆地。这两个盆地其实是真正的中原腹地，特别是洛阳盆地，你把这个中原腹地重建起来，把这两个空白区补上，你的这个王朝才会稳定。所以呢，这个怀姓九宗的遗迹就应该就是大河口还有这个衡水那个彭这些个墓地所代表的。这是大河口的墓，它离这天马曲村非常的近，然后它的这个墓里边就是这种壁龛结构的，所以刚才在宝鸡的那个墓里边，石鼓山的墓是壁龛结构的，这里是壁龛结构的，然后陶寺石卯的墓是壁龛结构的。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一批人他们不但在仪式空间上保持了龙山传统，而且他们对那种双耳冠他很可能就是在这个龙山遗址里面找到的，因为 你只是根据博古图之类这种东西你做不了那么像，所以很有可能是根据真正的古物来做出来的那件铜双耳冠。而这个大河口这类的人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他们跟这个这些高地的贵族跟草原的这个北方的贸易网络非常的亲近，所以他们会有这种金器，金器在这个上周是很少的，然后呢他们会有，而且他们会有大量的货币，这种货币很数量多的墓，像富豪墓大河口的墓都还有这个后来马家园荣人的墓，这都是跟这个北方的这个贸易路线有关系。而且他们除了跟晋侯有这个有这种通婚的关系以外，而且他们跟这个高级贵族像毕公之类的都有来往，而且他们会跟这个燕国这种燕侯他的妹妹姐姐或者妹妹有这种联姻，所以那应该是有许多的这种政治网络是通过这种联姻来完成的。然后那他们前面是什么样子呢？他们的这种生活就如果在黄土高原上就跟这类所谓李家崖文化有关系，所以你看他的陶器呢就都是这种高地龙山的这种立的传统，而且在整个吕梁山一带它是有整个军事化的，就像鬼方羌方这类的人他们是商的敌人，有的像富豪这种家族他可能是有联姻的，但大部分是商的敌人，因为他们经常就是商的这种杀人祭祀的来源，所以呢他们的知识体系知识传承跟商人是肯定不一样的。而且在这个像这种李家崖的这种墓这种遗址里边，它就有龙山的这种石头的城堡，而且会有类似石卯的这种雕塑在那里出现。所以如果周人是跟这些人打交道联姻的话，那他会得到的这种知识应该是很不同的，跟朱开沟那套传统啊李家崖传统可能会上溯到这个石卯的传统，有的可能是从更北方来的戈壁那个方向来的，所以不一定都是龙山的传人。那么像这种就是这个
这个商早期的绿梁山那边的大墓，这里边就有寻人，而且它里边的这个陶器呢，你看跟这个罗森夫人他列出来的，跟这些个彭啊、晋啊这些个晋南的这个西周贵族妇女里边墓里边经常就出这类东西，因为这个周人是在跟他们联姻，而这种东西是跟这个朱开沟的这个传统是很接近的，像顶上的这个残片，而这个剑呢就来自于西伯利亚的那个方向。好，那么在这种角度上，我们如果再来看这个经典传统里边的这个晋还有这个唐还有这个夏戌的叙事，就可以看出来它为什么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地方。这里季札就说他当听到这个唐这个在鲁国听到这个诗经每个地方的风给他演奏，就到了唐的时候他就说，哎呀，这个是深思，是不是有陶唐氏之移民呢？不然的话怎么何忧之远。你从他这个整个这个诗经的这个安排方式你就可以看出来，你这个唐是对他们来，对周人来说是一种很古老的音乐，所以这个有可能就是指的陶寺的那些个东西，是非常非常悠远的一种，这个跟郑国的那些个这像流行歌曲一样的东西它就是非常不同的。而且这里边有说唯比陶唐有此季方，那你可以看出来这个季方这个地方陶唐就都是指的这个地方。然后你看它的这个聚落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来陶寺那个时代最辉煌，然后二里头呢和二里岗时代呢就是东下方小多了，大概20多平方米，但最近还有西屋壁能大一些，比方说70万平方米，那陶寺都是300-400的那种。然后到晚上这里几乎就空掉了，然后在天马曲村，这是早期的晋国，然后再到侯马新田，然后再到魏国的安邑。所以这有关这个叙事，唐和夏叙事一直是在这个河东就晋南这个地方团团转。而且你看新田这个地方侯马盟书里边，它里边实际上有许多这种龙山的这种玉的，所以很有可能这些人他们知道龙山时代这些东西，它不但有空间上的联系，有这个人口上的联系，而且还有这种器物上的联系。好，那最后在底下就可以说为什么他们跟戎人有关系了，因为好多重新进入这个盆地的人他是从黄土高原上下来的，所以他某种角度上讲已经成了农牧人口，所以在周人眼里就有跟农业人口就不太一样，就更像戎狄的生活方式。那么周人又跟四川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这个在安阳的时代政治中心在东方，到了西周的时代政治中心一下子就移到西边了，所以呢它跟三星堆那边反而变得更近一些，而且在这个彭县竹瓦街这里就能看到这种的这个铜器，这种铜器呢应该就是这个商人的高级工匠做出来的，而且它不仅仅是在这里出，它也出现了在这个喀左这个地方，埋在这个山上，可能是山川祭祀用的，就周人啊告祭山川，因为在喀左这边它还有咽喉的东西，所以肯定有周的高级贵族有参与，而且在这个随州曾侯的墓里边也有出现，所以它就相当于一批做出来，有的作为外交礼物，就是或者是有的是山川朝圣就到各个方向去了。山东这边能看出来后来有仿造的，可能原来原件就在这个宗庙里头，而就这种联系就可以通过石鼓山还有这个就宝鸡的那些高地贵族的墓呢就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石鼓山的墓里面它不但有这种就是戎人的这种陶器斯巴文化的陶器，而且有这种这是这个俞伯的墓里面，这两个是来自俞伯的墓里面的这种铜器，它很明显的跟三星堆的这种是有联系的，兵器也是跟巴蜀那边有联系的，所以就这些个高地的贵族就住在宝鸡的这些是跟汉中盆地关中还有这个四川盆地他们联系的这种中介。而通过这个链条知识链条周人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知识呢？这些刚才我刚才说过
这种牙章在殷墟很少出现，只有在这个一个玉匠，玉高级的玉匠，他的这个青铜箍的这个足徽上有这个东西，就他给王朝做一些个王朝喜欢的玉器，不做这种玉器，但他自己的足徽是以这个为象征的，所以很可能这个家族来自二里头，甚至有更早的传承。而在三星堆和金沙，就这种牙章数量非常庞大。在陶寺呢，就有这种玉龟，而在侯马这个地方，这蒙书里边不但有大量的就是春秋时代的这种玉龟，跟这个龙山时代的造型是一样的，而且有这个龙山时代的牙章在使用。所以我想周人应该很清楚他们跟这之前的联系。好，大概快结束了，就到最后。然后这个断裂是怎么发生的，就是说这个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周幽王的这个故事是由于他内部的这个继承方面的斗争导致这个戎人卷进来。但是戎人这个占领了这个关中以后呢，他并没有建立一个长久的政权，他把这东西搜刮了，好的宝物搜刮了以后，他又回到黄土高原去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整个的这个关中呢，就成了一个难民的世界。他这个他们支持的就不同的这个不同的政权又在支持这个平王跟协王，又在里面有内战，所以呢，这两个庞大的城市就周原和封号呢，就都在这个在这场动乱里边就都消失了。所以消失了以后呢，最终平王就是迁到了洛邑，然后这就东周的开始。那么这是什么人是戎人呢？就这一套陶器，这个正好就是刚才在石鼓山的墓里边。所以当初周人跟他们联姻啊等等都是关系挺好，就是后来也都是卷入了宫廷的斗争，所以才导致了沦陷。但沦陷呢，对这个中国的这个知识史有一个重大的破坏，就是前面我说的，前面那些个不同的知识群体，他的传承人他都住在周原和附近的这些地方，包括宝鸡。所以呢，这个知识它是紧密相连的，通过联姻啊，还有这个信物啊等等，它都联系在一起。那么你戎人一来了，大量的东西在宗庙里东西都被抢走了，然后人呢就都失散了，而且从来没有回到这个地方，那么就导致这种高度的浓缩的这个知识体系呢就断裂了，它这个网络就断裂了。所以后边就变成了一种移民的这种口述知识，就是我们的祖先曾经怎么样，但是这些移民已经不住在那儿了，他的邻居已经不是当时的邻居了。所以呢，这种知识是，所以到东周时代你看到的是一个断裂之后的知识，而且呢东迁之后跟这个四川的知识也切断了，所以他就没有更直接的方式来了解类似三星堆那种传统。当然那种传统自己也经过了一些个变化。所以呢，大家都很熟悉西周的考古，很重要的是来自于这个金文的，大家都考古学在这里边是受益的一方。但是我们还要特别强调，这里边每一个考古发现的这个窖藏，对于那个家族来说，就是他们的信物，他们的知识传承的一个流失。因为他之所以能保存到现代，是因为没有人回去得到他们，等于是说这种知识在当时的社会里边就散失了。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些个空间上非常紧密的联系，后来都成了难民以后就都兴散了，有的是整体的埋在这个周原，有的就被这个戎人抄走了。比方说这个特别重要的这个厉鬼，它是在临潼那边，很有可能是戎人的这个废铜堆里边发现的，所以它并不是跟这个家族的其他的铜器在一起。所以在诗经的这个蜀离也都是这种难民的这种史观，就看到这个故国这个都市已经变成了这种田，所以它是非常的伤感。那么这些难民怎么办呢？那就是秦人进入这个关中，他收这个周渔民而有之，然后、把这个
其以东的土地献到周，但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周原和封号这城市的传统是没有得到重建，所以这个西周的这个整个知识体系全部在关中的全部就被打乱了。他们逃走的时候不可能带着所有的这种档案啊、重器啊走，那么就涉及到秦人。现在大家也都很清楚，就是秦人就是当时被放逐到甘肃那边的东方的武士，所以在这个出土的这个简里边也能看出来，就是说他们就是商鞅的人，也就是曲阜那一带，然后一下被给他迁到这个茱萸山这个地方，一个红色的山，这个甘肃的山，这个禹贡里面都有，而且秦人用的墓都是上世的，非常庞大，而且也用寻人，也用妖坑，而且在这个地方是商人从来不曾到达的地方，也有这个周人的和商氏的陶器一块儿在这个地方出现，所以这显然是一种移民的文化。那么在整个这个西部的这个知识传统，实际上因为秦人在甘肃那边也是很辛苦的，他是被这个戎人环绕，经常会打败仗，还要有复国的这种举动，所以秦人对这个他自己在商那个时代的知识也不见得有很好的保存，因为他本身就是一种难民。但什么样的人对知识有保存呢？就是整个的这个西周的那关中的知识体系都被打乱了，但是还有东方这些贵族呢，这些诸侯呢。所以我最后一部分就讲到这个东方的知识的继承，就是这个南宫家族。所以在史记里边呢，说这个南宫括他要展示这个九鼎啊，这个安阳的财宝，他是他负责这个分的，负责这个迁，而且要迁到这个洛阳这个地方，而且就这一篇章就都是讲这个西周初周王做的一些举动。所以你就能看出来，封这个皇帝之后，帝尧之后，你能看出来周人啊，他那个人类学啊、历史学的那一面，他当然得了解谁是这些传说政权的后人啊，你要去打听吧。那么南宫括是跟这个分九鼎是紧密相连的，然后他的家族呢，在清代就有发现，就是这个大禹鼎。这个就在这个庄白那旁边的这个李村发现，因为都是高级贵族，都是比邻而居的，那么就旁边就是这个译文，所以前面是好多勉励的话，后边说禹你要效法你的先祖南宫，这个先祖可能就是南宫括，然后呢说要率领这个军队，而且赐予了他许多的礼物和人民，还有南宫的敬旗。所以你看这个周人对于这个周初的将领的这种文物的保护，他是很系统的，然后他会赐予这个后人。然后这个南宫家族好多的战争他是在这个江汉发生的，所以呢在曾侯墓，在这个曾侯考古，曾国考古现在慢慢的看得出来，就是他整个就是一个南宫家族的封地。然后李陵教授呢就提出来，这个地方在商代是有一个曾国的，就是西周人占据了之后把那些曾人给挪到西北去了，就是后来跟西周灭亡有关的那个曾，然后呢把南宫家族就封在曾这个地方，这是这个汉阳诸暨的一个就控制江汉的铜矿。那么在这个叶家山这个地方呢，就发现了这个曾侯的这个那时候的墓地，就是很有可能就是始封的曾侯，而且里边也发现了这种殷墟早期的这种云铁刃的这种兵器，这个跟那个魏侯的那个墓里的出来的都是这个样子，很有可能就都是当时的从这个商人那里获得的这种宝物。然后呢这个家族最有意思的就是说他一直在这个地方生活到这个战国的晚期，相当于有800年，而且就不同的墓地都被这个湖北的考古学家发现，在这边呢都是他们的这个名字。那么最有意思的就是说为什么楚王经常对这个鼎九鼎这么感兴趣呢？
你可以想见到这个春秋的时候呢，这个曾侯已经是楚国的附庸了，但楚国并没有灭掉他，后来呢甚至于他们还保护过楚王，所以他们是世代联姻的，就是说其他的国家包括吴国来劝曾侯加入他们的这个伐楚的军队的时候，他们会说我们已经跟这个楚人就是世代为邻居，我们不能背叛那个，所以他这种知识，他的这个家族就一直生活在那里，他的祖先的故事就是南宫的故事，然后他们跟这个楚王交往的时候，楚王听到的可能就是这个南宫阔牵九鼎的故事，也就应该就是春秋这几代曾侯的时候。那么曾侯乙这就是一个后人，他就是保持了就 这一条南宫的这个家族的这个世系，你看他出土的里边有这个九鼎，然后呢也有这种龙山改制的玉琮，改制的这种玉器，我们不知道他知不知道那么早的事情，但是如果这种玉器是周初分器的赏赐的话也不奇怪。但有一点很清楚，这个家族在这个地方他用这些个编钟演奏的东西是什么，就应该是这一类的，这是曾侯乙墓处理的编钟编磬，这最初你可以追溯到这个陶寺时代，但是你在这个 战国时代这五世纪你在上面演奏什么乐曲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因为在那些个前面的曾侯的墓地里边的墓里边它有铭文，像这个弥迦里边的说什么率与之笃，然后于文王之孙之邦于曾，然后这儿呢还有这个曾公求的编钟上面有叔叔伯阔，那就是南宫阔小心有德招式一毕。那么你如果用这些个编钟的铭文来推算曾侯乙这些编钟演奏的这些个五乐的话，大概就是南宫阔的故事和这些南宫还有南宫瑜他们的这些辉煌的事迹，而这个家族一直就生活到这个战国更晚的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曾侯雷古敦二号编钟。这意味着什么？到了这个时代连左传都已经成书一两百年了，这南宫的 子孙呢还住在这个随州，而且他们的实力并不高，所以你不能想象他们在战国的时候可以编造一套故事然后把他们的祖先变得相当的辉煌，那很有可能他们就是继承了这种南宫阔南宫瑜的遗产，然后呢他们跟楚国世代为邻，这个世代联姻，然后楚国也从他那里听到这个南宫阔的故事。那大家知道楚国的祖先的地位是很低的，楚子他心里面当然不平衡，他是个伟大的国家，而他这个邻居他这个附庸反倒有更辉煌的这个过去，这某种角度上讲呢就可以说这是楚人知识的历史知识的来源。作为一个结论呢，就是说在这个周原是一个历史知识高度浓缩的地方，是通过这种多元的知识呢周人来构建一个历时千年的政权兴替的一套历史叙事，而这套王朝叙事呢是天命观的这个前提。那么我们可以看这个周人回溯千年的这个时间纵深，可以看出来这个龙山二里头的这个历史政治宗教遗产是这个经典传统的一个主要的来源，特别是这个晋南和洛阳这两个空的盆地，他们曾经发生的事情就是陶寺二里头，他们可能是经典传统里边堂下故事的重要的素材，关于这些地方的历史是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丘墟山川形胜和这个器物来作为坐标的，正好是这个西周末关中的这个沦陷，整个是这个知识体系，也就是说威史家族世代史观它可以保持收集的这种知识给彻底的打破，这些个文献信物呢包括这个档案呢侧命档案全都消失，当然在诸侯国里面它会有一些个保持，他们那里还有一套像刚才南宫这样的，但整体上讲这个知识的消失使东周呢进入了一种以口述为主而且对这种过去失去一种敬意的一个时代。好，我的报告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Great. 好 ，Thank you. 好，非常感谢李明教授的精彩报告。这个报告呢真的是相当复杂了。你的这个主题，非常有趣，非常吸引我。当时什么Zhou人这个历史知识的来源，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个来源有这么的复杂。因为好像这个李老师是从这个，特别是这个人类学，他是比较强调的这个研究方法是就站在什么什么本位。那么这个本位，当然他这个研究方法是很好的啊，但是呢，它是有限制。就说因为站在哪一个人的本位啊，那当然你是从观众的本位啊，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这个资料是非常的丰富。不过呢，他这个资料的这种分析解释啊，那当然跟当时的这个本位啊，他们的这个用途肯定是有空间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事情。不过呢，他这个李老师他就梳理了这么多的资料啊，那我感觉真的是很佩服啊。你要考虑的问题非常的多，这个报告很清楚了。那我个人，我看这个聊天室里面应该是有一些这个问题，我先就提一个小问题，就是有关他这个，李老师，你都说到他这个。周人曾经他是离开关中一段时间，然后其实我觉得其实这点也应该是很重要啊。他就离开关中的时候，不是一些甲骨学者他认为在晚上的时候啊，这个晚上时期啊，周人还是在晋南，然后所以我觉得他离开关中跟他们所谓营建他们的文明应该有一定的影响，那这个是一个问题。是这个晋南的说法好像是钱穆先生提出来。对。现在呢就是他缺乏考古学的证据，所以像邹恒啊、刘旭啊等等先生他对这个都是有回应。你知道这个仙州考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在这里不应该就是说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他这个仙州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仙州的物质文化，那个时代的物质文化呢非常的复杂。然后呢这个周人呢他在这个征商的之后呢，他突然间在这个复杂多元的陶器传统里边选择了其中的一种来作为他的这个身份的这个代表物，就是这种镰当立的，这种就是其他的都是三个腿哎合在一起。他的这个呢是做一个 cylinder 一个桶子，然后往里推进去，所以这种陶器原来只有在武功，就关中周原东边这个武功有，就是说如果周人的祖先是来自于晋南的话，他应该有一套的物质文化的体系能连到晋南去。而且刚才的报告你看他看出来了，晋南是一个很伟大的地方。对，那么周人如果他有晋南的这种 ancestral claim 的话，他一定会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伟大的 sage ruler 的这种继承人。但周人呢非常 modest， 他特别强调我是从关中这边的祖先，我们曾经服务于晋南的这种尧舜这些个 sage ruler， 但是我们不是他们的直接传人。 We are not the heirOf those sage rulers，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周人他并没有 appropriate 这个晋南的 legacy， 在这整个的里边，晋南实际是应该是最伟大的一个地方，在这四个盆地里边。对，好，还有一个小的，就是有关你提出来这个，你说晋南地区它这个晚上的这个遗存是空白。但是我发现好像去年的时候12月份我看到有个考古发现是在文喜运城上面是发现12座晚上的这个墓，然后它这个、哦、对它叫九乌头，这个九乌头这个地方是新发现，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有的人在讨论可以填补这个空白、啊、哦，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嗯、这个九乌头遗址呢，这个已故的刘旭教授有很清楚的解释、他就是说这个九乌头境界还有一共它是三个遗址，它不是盆地里面，它是这个殷商啊、
另外那个应该是先族的那个，应该是福山桥北，对，对，福山桥北，对，它是在这个太行山西路的，它是贴着山脉，它不是在盆地里面，所以你如果看这个，刘旭先生，已故前的他那个讲座的里边，他专门有强调，就是这三个 是在山路的这个、这个据点，盆地里边是空的。所以我2019年的时候，高江涛教授陪我去看过那个九乌头，他确实是在山脉上，不是在盆地里头。好，那谢谢。这个、特别向刘旭先生致敬。他对这个有清楚的一个阐述。好，那非常谢谢。李老师，我麻烦你，你自己去看这个聊天室，你可以自己，你可以自己挑选。行，好好好，看一下啊。DNA 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我不懂，我没有这方面的训练啊。火烧沟的权杖和 BMAC 应该有关系，这个可以看这个。李水成教授的新书《耀武扬威》，这个有视频的要求，讲座的提到虞侯鬼，虞侯泽，早期学者讨论过周人，这一观点出发点。哦，这个问题挺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有北大的访问学者。黄一哲他刚写了这方面的文章，就是有关这个虞侯泽的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就是这个吴国的这个开始确实是很复杂，不容易，就是说你完全否定吧又不太像，但是呢那边的物质文化呢又显得很不一样。我怀疑啊，至少在这个春秋时代，在左传里边你可以看出来，就这种观念是一个共享的知识。至于为什么成一个共享的知识，它跟西周初是个什么关系，这个我不知道。就是说你能看出来，就是春秋的贵族觉得啊是有这么回事，我们是有这种亲属关系。因为当时他不是说会经常以这种伯父之类的这种观念来称呼那些个诸侯嘛。所以他们会把这个吴侯认为是有这个，但是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我觉得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的著作和论文，哦，网上有英文作品，网上到处有流传的电子版，论文可以搜索重返夏墟就能看到。周原姜姓，从姜姓本地起家，可能为夏都，对，就是这样的。戎人、齐家文化、羌人、怀姓九宗、鬼方、石卯，他这里边的这种认同感是非常流动性的 ，fluid，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容易给他分得特别细。哎，这个一定是谁？这就是为什么我用高地龙山社会这个概念来给他一个大帽子。龙山高地社会可以把这些人扣在里边，然后有高地龙山记忆群体作为他们的继承人，来保持一定的传统。但是呢又从晚上又从戈壁呀、西伯利亚又有好多东西进来，所以他也不是说简单的你住在鄂尔多斯你一定保持时髦的传统，不是那么一个机械的对应。对，好，我的问题基本上就回答完了。好，如果这个大家没有别的问题的话，我们这个这场讲座就说到这里啊。要感谢这个李明教授，你腾出来时间给我们啊，非常感谢，收获这个非常大，学到的也不少了。最后还是要欢迎大家再继续参加我们这个考古文物与艺术的这个云上。这个系列讲座，下一场讲座这个信息将稍后在我们的这个国学院的这个官网会更新。非常感谢大家这个收看这个节目啊，非常感谢贵校的邀请，我也在这里也感谢就是你们的这个国学院能够
跟剑桥大学获得授权来出版我的这个中译本的繁体字版，我非常非常感谢。好，谢谢大家。应该的，好好，再见啊，再见。